他是理论物理学家，MIT， 微弹性碰撞，新的气味，四个量能质量混合，波色爱因斯坦，这万算法，你要和徐子聪斗到什么时候？一山怎么可以容二虎？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争？我说对不起，不是因为你不是白痴，是因为我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面叫你的白痴。你应该拓展一下你的朋友圈了。我绝对不会让野蛮人接触我的。你吓呀你？怎么又是你啊？ 徐子聪虽然在成绩上不如你，但是在师生关系、男女关系、男男关系上，都远远高于你。美女，你还差一双高跟鞋。谢谢，亲爱的。没有你了？我说过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家网坏了，你能跟我说一下怎么修吗？那得先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断的网。把末日网关和 IP 地址……算了吧。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物理学家，最帅的物理学家，不是最好的，比你还好。 你有没有尝过放五花味道的味道？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试试。你可以去他们家。喂，追女孩就要请她吃最好的东西，加油啊！王健，这么巧啊？喝点啤酒。好吧。你有没有试过麻辣爆肚味的？不管啥。我喜欢你。